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神中课，效法主耶稣。今日是3月15日，题目是低身之胜过无业。经文在马太福音20章13至14节。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内文讲到上帝慷慨地给我们24小时，一个白天和一个晚上，这个是一种宝贵的财富，可以用来成就很多的善事。我们是怎样利用上帝所赐的黄金机会呢？我们身为基督徒，若果是不想在无用事务中浪费宝贵的时光，不想徒劳无功，没什么成绩可言，就必须将我们摆在在面前。时间就是金钱，人若果只因不能够得到最高的工资就拒绝工作，就应被宣布为懒惰的人。有工作比无业要好得多啦，即使所领的工资比自己认为理应获得的工资还要少好多。光阴是上帝委托给我们的一种天资，随时都可能被盗用。上帝的每一个儿女，无论是男人、女人、青少年或者孩童，都应该重视每一刻光阴的价值。他们若珍惜光阴，就会坚持工作，即使所领的工资不如他们能够要的那么高，他们应该表明自己重视勤奋和那领到工资的工作。一个有家庭的穷人因低工资而拒绝工作，因为他以为低薪是对他的行业不够尊重，但其实这种想法是愚昧的，不应该受到鼓励。人们却是几咁极少考虑到这个议题呢？要是光阴这种天资得到了充分的安排和忠实的利用，宣教事业能够几兴旺成功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虚度的光阴向上帝负责，并要为光阴的利用向上帝交账。这个是一种人们很少赏识的管家职责。很多人以为浪费时日并不是罪，不必做什么来使自己受益或者造福他人。欢迎大家下次收听。